我们身份，主播，让我去做监控任务啊！我去当走保安吧。了，好，做秀才在保上面不安，动保啊！安平安。秀才在上面不动啊！OK。离他远点，离他远点，离他远点。离谁远？完了，好卡呀！卡了。报告协助，巨岛到了，后面是猴哥，哦，猴哥来了。啊？好啊。那个西恩是鹈鹕，吃了猪猪，全票打飞，不是吃了猪大强，说错了，吃了猪大强，全票打飞西恩这个鹈鹕啊，不要白票过。OK， 那就出声吧。我在那个保安室做监控任务，做到一半呢，就那个什么了，就报警了，拉铃了，过。我傻了呀。我开局跟王大伯复活，然后呢走到过来的时候，铜珠，我看到了铜珠还有孙悟空和猴哥，好吧，此时卡了一下，我看到了我和猴哥 OK， 然后呢秀才哥在武器室那个门口站着，最后拍景一刻王大谋又下来了，然后他又上去了，我就想去看看，拍景前一刻我在那个武器室的门口，王大谋已经过去有一会儿了，秀才哥可以为我作证，好吧？我想出孙悟空过。嗯，谢谢 Cleaner Day 482刚才的办卡，因为我看到秀才站在王大谋尸体上面，但是当时秀才是在那个武器房上面做那个打那个陨石还是什么的任务，然后西恩是在左边。我往下面卡了一点视角，因为我想看秀才是不是真的在做任务，后来我过了一会儿上来之后，秀才应该是做完任务往左走，然后刚好站在王大谋尸体上，但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他动刀的动作，所以说这一刀有可能是西恩开的，但你们又说西恩是鹈鹕，所以我就要听秀才的发言了，因为他刚在那个地方好像是真的在那边做，他一个人在那站着，哪有狼自己一个人跟他站着装做任务的秀才，所以我要听他发言，好不好？西恩当时也是跟王大谋应该是在秀才最左边那个位置，我是往武器房下面走了几步又回来然后过。嗯，我想听他茄哥的那个发言，因为茄哥他是有信息的，一开始他说了孙悟空是在右边，然后这个时候他拍了几，那无非就是信哪一个对吧，我先听茄哥发言过。过，你要是信西恩是鹈鹕的话，那猴哥就一定挺好人，如果你信西恩是好人的话，那猴哥一定是呆呆鸟了，对不对？只有这种可能了。然后你是狼，我刀的开局的时候我跟茄哥一起复活在武器室啊，一手这个叫什么暗度陈仓，我没说话，茄哥直接跟我说报不报，报不报啊，然后当时我在默数秒数，因为我知道茄哥如果不走的话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但是切割很机智，那么然后他走了，走了之后我看到那个猴哥跟铜珠一起往下走，那么他俩看见我了之后直接走，那也就是说我能认猴哥和铜珠半个好，因为如果要是他们俩是双狼的话我一定倒牌，对不对？猴哥一定会过来，就是看着我的时候一定会上来倒我的，所以说在我这儿猴哥的拍警能认半个吧，然后我当时能把我点出来呆呆鸟的全是狼，然后西恩是往娱乐室走了，但是王大谋是往武器室走的，我上去就给王大谋一刀，知道吗？啊，然后我刚要拍鸡腿，然后正好也让铜珠看见了嘛，对不对？那就看你们怎么说吧。过了，我小温茄子哥，我们一直在饭堂没有离开的，然后西恩是从我们旁边路过过的，我听一下茄子哥聊的信息啊，我保小文茄子哥过。啊，一开始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我跟秀才复活在那个武器房那里，对吧？我在那里问，哎，秀才干嘛？能不能换？能不能换？我看时间差不多了，你知道吧？我就赶紧跑，我怕秀才想刀我啥的，我就赶紧跑。跑回来，我就跟小文、包包，对吧？在我跑回来的过程中，哦，在我跑回来的过程中啊。这个孙悟空跟这个猪猪公主是一块走到秀才那边的，你明白吗？懂我意思吧？
但刚才这个猪猪公主聊都没聊孙悟空呀，聊都没聊孙悟空，然后孙悟空我不知道他是刺客狼还是呆呆鸟，是正义，完全不知道。但下回猪猪公主，我们先为下一把的鹈鹕做一个铺垫，明白没？因为这把呆呆鸟先这样玩，下把鹈鹕直接拉铃，他就不敢狙了，他狙我他就死。我说真的。OK， 我这边没有什么大的信息，我是从发动机一直走到医疗室，走到先为下一把鉴定一下基础。但是我的视野里秀才是踩了一具尸体的，但他也没报警。然后我刚刚想冲过去的时候就拍警了。我这一波是个连环计，你们可能不懂。不知道是被拘了还是什么拘错人了。那如果猪猪公主撒谎的话，我觉得秀才先不用管他，那我们先把撒谎的牌打出去，那我就归猪猪公主，好吧，过了。茄几个？小威，茄哥啊，那是谁啊？那他妈的是谁啊，宝宝 ？I don't know， 反正西恩是定狼嘛，对不对？嗯。好的，哎呦。我听到声音了呀！我听到声音了呀！这不就来了吗？这上把的铺垫不就来了吗？素材给我准备好。过来，帅大哥。怕是不怕？怕。等不了一点，来来，谁要跟我对？完美，不对，怎么又拉零了？不是啊，全票打飞王拉奇啊，王拉奇面吃包包，全票打飞王拉奇，把王拉奇给投出去啊，不要分票啊，他点鹈鹕在我这里挂。那听下拉奇怎么说呗，你这个一个计谋使用两次啊，猴哥。听下拉奇怎么说，我这回我让你们知道啊，我这个人飘忽不定，阴晴不定。茄哥是那个秃鹫啊，说实话，刺客狼，我想让你给他崩了，可以吗？求求你了，然后直接死里面，哎，行不行？他问有没有吃的吗？有没有吃的吗？我就想让他一口吃不着，让他破防过。万一他是什么警长在钓鱼呢？想想那把的大枪，等会再看吧。先投拉奇，我觉得猴哥这把他自己一个人从下面上来，啥也没说。而且不至于再故技重施吧，之前都被拘了。哦，过了，我听一下拉奇发言再说。过了，是的，投拉奇过。好，投拉奇。王拉奇来使劲的狡辩，然后包啊，包包是给我推身份，然后我是在娱乐室上面这个过道，我往下走，我跟大家说我跟包包走了，我回头包包不见了，然后我又返回来了。这个时候我在娱乐室上面，我说包包不见了，然后猴哥拍饭，那谁吃的？猴哥铁鹈鹕，难道上一次也这样？猴哥铁鹈鹕，我回头包包不见了，我投猴哥铁鹈鹕拉铃出自己，我投猴哥。别脏我是什么，我真的铁好，我都已经下来跟大家说，人群中说我跟包包走了，然后我吃了包包，我再跟你们说，那我直接过道给他吞了不就得了吗？是不是？包包都没在你们这里出现过，我自己下来说我跟包包走的，我铁好，猴哥铁鹈鹕过。有点张力，但是我还是想处理。我有点张力。啊，吃客狼啊，先把这个西安秀才啊链子啊先拘了啊，先拘了他们两个链子，先给他拘了。妈的，上来问有没有吃的，直接就给我卖了。他们两个链子是没有关的。吃客狼大胆拘，他上来西安点着秀才出去的。吃客狼拘错了我负责，好吧？和王拉奇这人赶紧拘，这个两个人啊一上来就连。你给我送的花到了，知道吧？很明显了，恋人这都不拘是吧？刺客狼，行，刺客狼并不是很想拘啊，这个，这人我觉得拉奇发言还行吧，
就是那几个猴哥里面有个人吃，那猴哥假设是猴哥吃完他冲过来直接按的开饭，也有这个可能。两面就看信谁了，反正两个人我建议都要出一个，待会进去当一个。那猴哥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挂票给拉奇，这是一个比较可疑的点，也有可能是他百密一疏的点啊。猴哥这个没投票投拉奇有点怪啊。别急呀、啊。嗯，看你们吧，我觉得拉奇猴哥都票嘛，两个人都走过。OK， 我也觉得两个人都能走啊。先投一个，然后好人带刀再去刀一个嘛。我这边的话，好像我这边，因为我觉得猴哥是在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吃了包包的话，因为拉奇也说了，他下来的时候包包不见了。猴哥说，那说明猴哥如果是把包包吃了的人吃了的话，那没有人知道，那他拍的这个景就把自己打成焦点位了。我可能会先想投拉奇。那我们先投拉奇，然后好人带刀去。OK， 没问题。管一下胡哥，我直接跑。好人带刀直接刀西恩跟秀才人狼链，妈的这都不拘。你选人狼链，直接去孙悟空，妈的都别玩这一把，你妈上来就卖我。拉奇这么强。坏了，没出去，坏了。我一会儿直接藏一手吧，我藏起来。为什么？坐在前你刀俩？为什么？我不认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茄哥李仔找到了茄哥，然后旁边秀才哥旁边站了一个人，朱大强又把……哦，同桌，朱大强双狼。是同桌吧，秀才哥记得是吧，先出朱大强，这刀我不认过。这个茄哥自己是个链子，跟他一直喊链子，然后朱大强把茄哥刀了，两个尸体爆开了，你没看清吗雪？你要不信朱大强投朱大强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我过了。上一轮的拉奇是出错了的，肯定出错了，那个票型不对，我是投了猴哥的，因为我前作业发言，然后我算了一下后面的朱大强一二三四五，我算了一下后面的人全踩拉奇，我觉得不对，我就主打了一手叛逆，我投了猴哥，然后我看了一下票型，反正拉奇是出错了，那么猴哥就有问题，那为什么会不是说要刀猴哥吗？就很奇怪，然后我跟猪猪当时是在上面一点的地方，没有看到下面的视野。那我可以听猪猪归票过，我听一下秀才他们怎么聊，大强怎么聊过。我是在人堆那儿站着，然后当时好像爆开了一个鸡腿，我没看见那个鸡腿到底是什么色儿的，我当时也紧张，我的屏幕红了，我直接一个手起刀落，应该嘎的就是嘎的茄哥还是嘎的是谁我不知道，但是当时鸡腿亮了的时候，鸡腿滋滋冒血的时候，西恩是站在边上的，所以我是那个铁孩，别出我秀才跟西恩你俩是什么关系，我想听你们俩解释一下过。我是他的保镖，全票打飞孙悟空过。全票打飞朱大强，我跟朱大强我们俩，我复活在食堂啊，然后呢朱大强复活在哪我不知道。刚才这轮朱大强从电机室那个走廊下来，我从食堂往上走，一个好人正常他应该是往上面走来去到娱乐室，而不是从下面绕了一个非常大的圈然后去走到娱乐室，所以朱大强在我这是铁栏啊。这轮全票打飞朱大强，朱大强是面刀，而我刚才身上的票只能代表他们不信我，就是他们更偏向于信这个拉奇是鹈鹕一点，对是不对啊？这轮全票打飞朱大强，面刀过。全票打飞朱大强，感觉不是那个好人的局了，因为拉奇上把感觉他的那个遗言。给猴哥关起来。关不起来吧，我好人啊，这不是好人，我好人啊。小问啊，猴哥
我好人呢、啊。你是赤狼，我知道我是呆呆鸟。哎呀，就拉奇那小脑瓜，你呆个啥？你是赤人吗？就拉奇那小脑瓜能发出那么的言？你是赤狼吧？那好吧，我躲起来了啊。哎，行。既然你都这么说，就好。猴哥，你被施了沉默魔法吗？这样吧，咱们继续弃票，因为我感觉同桌秀才上把又出猴哥都是坏的，我跟小温挺好呀，对不啦？那么猴哥对吧？他作为一名鹈鹕，那你们我们把猴哥出了，狼就赢了，对不对？出狼出不出去，那我们继续弃票，你们自己去搏斗吧。过，等给猴哥关起来吧。啊，头疼。过了，能关吗？啊，关不动。嗯、不是我们什么的事儿。能关，头疼。哦，我出不去。好，看我的。加油！朱大强怎么还猜人？你们好人躲起来啊！我们好人躲起来。你们好人躲起来。误伤，别误伤，我们跑了。别误伤，别误伤。饭堂，饭堂，饭堂。Okay. 我们躲。好，你躲起来，小文。你去吧，你去吧。好，我得找一下猪猪，我们两个人，好人只有我们了，好吧，去吧。OK。哎。饭堂集合吗？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死错了！你不是说哎呀？死错了怎么办？哎呀呀呀呀呀！我想想啊，我想想，别急，我想想，我想想啊，我想想，我等等，想不了了，不行了，猴哥。我得等一下。我想读。这吃的有点快呀、啊。正想来这个地方躲起来来着。这么晚了。这得我来做任务了，这火怎么灭不掉啊？好啊，救命啊，救命啊，猪猪快做任务，哈哈，猪猪快做任务，猪猪快做任务，你再不变猪猪估计不在了，你会变，我跟他是猎人，猴哥，没呢。好，你们不刀猪猪是吧？行，看我的。啊！猴哥，你怎么有炸弹啊？我、哎，老天，你怎么身上带炸弹啊？坏了，吃了个雷！猴哥，你吃我干嘛呀？哎呀，我这是按空格走的。你吃我干嘛呀？不是，我按空格走的呀。姐姐无觅处啊！你不吃，你不吃还是不时刻了？你一吃把自己炸死了。咋？这嘴好急！这迎面来个人，我都没看清，一个粉色的一个小猪。我还帮你做灭火任务呢，做了俩个、哎。我的是。你主要你们俩也没躲起来呀、啊？手捧雷，手捧雷，手捧雷带我吃，可以吃了个雷，肚子直接炸开了。